些，谁让你在这里吃馒头的啊？不是，看到没有，别人都在干活，就在这吃东西，你什么玩意儿？你谁呀？啊，就知道吃。你疯了你啊！你谁呀你啊？我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这里的主管。不是，我搁这上班，我吃午饭怎么了啊？上班上，你一天就知道吃是吧？你别给我动手来啊！来，你来吃，我让你吃吃。啊，吃够了没有？你这不是疯了呀你啊？啊，你谁呀？你别别！老板，他这个丑样，等下别人你起来，走开呀！你干啥？我干啥？我搁这吃午饭，你怎么跟个泼妇一样啊？泼妇，我就看不惯你干活的样子，拿着我的工资在这吃馒头，我就来吃。好，你疯了是不是？谁把你招进来了？谁把我招进来的？哼，你知不知道我说出来吓死你啊？吓死我！你说出来吓死我来，谁？我就告诉你。我怎么在公司这么长时间没见过你这种货色？你干嘛呢？你是？你这货色？不是你在这负责啥了？啊？我在这里负责整个公司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表哥呀是这里的厂长。哦，小王是吧？啊？怎么了？行，他把你招进来的，是吧？嗯。那你现在想干嘛？我现在想干嘛？我看你在这吃东西，你知道要干嘛了吗？啊？干嘛？你说。时尚一点，罚款5000。嗯，行，拿过来。这里的员工，我告诉你，别翻。这里的员工没日没夜的上班，一个月才拿10000块钱。你刚苦吃个馒头，你还打了我，你要我5000这个？对啊，你天天在这吃馒头，你干啥不行？拿出来。可以。你很棒，知道吗？你很优秀。你要是不给的话，我骂我表哥。好，我怕你，把你开除了。我怕了你了，好吧？可以。你先等我一会儿。我去办公室，我去把工资退一下，我把工资给你，好不好？我给你10000，好不好？你给我10000，我怕了你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赶紧拿，1分钟之内我卸你下来。你去等我，你先快去。你去等我行吗？你先去，你先去，来。我不去，我去啥？去，等我。王老六，过来，赶紧的。他是谁呀？这是主管是吧？嗯。他在这多长时间了？就这种行为嚣张跋扈多长时间了？一年半了。你现在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啊？今天得亏我在这，是不是？要是我不发现的话，多长时间？公司我是靠着公司吃饭，你们也是靠着公司吃饭，这是大家的公司，为什么没人告诉我？你们真是，我说你跟我多少年了啊？我对员工怎么样你不知道吗？我眼里容不得沙子，知道吗？行了，官大一级吓死人，压死人，知道吧？我也不怪你们。你那个，把地上馒头给我捡起来，一会儿给我送到办公室去，听见没有？行。快点，我等你。行。小王，赶紧把你那个表妹啊给我叫到办公室来。干啥？我请他吃个馒头，快点！哟，你还坐办公室呀？我来，让他坐，让他坐，让他坐。干嘛？我才不信他老板。真的是老板。真的是老板。坐，来，你刚才不是挺有能耐的吗？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一天的心情全毁在你手里了。你竟然在我公司这么嚣张跋扈啊！谁给你的权利？你给他权利啊？当他带我进来啊！行了，你先别说话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过来。我告诉你，我让你气糊涂了。你是不是从始至终都瞧不起那些干活的那些工人？哎，那些干活的工人，我就瞧不起。我告诉你啊。没有他们给你干活，你屁你都不是，知道不知道？还有，我今天给你讲一个道理啊，人要么靠看着我，要么靠这儿吃饭，要么靠这儿吃饭。你这里边装的全是水，你知道吧？而且你好吃懒做，知道不知道？你能干点啥？你除了仗势欺人，你还能干啥呀？我知道错了。你知道错了，现在知道错了。嗯。刚才那劲儿呢？我下次不会了，好吧，我出去了。以后出去，啊，你这泡老鼠屎不要在我公司搅和，听见了没有？老板，你别开除我。我不开除你。我还有我的小男朋友要养，我给他买了保时捷，我。
我这不伺候了，我告诉你啊，给你准备了20000块钱，看见了没有啊？这一万是给我的保护费，这一万拿着，滚蛋！